这样可以踩？你开玩笑吧？真的可以踩吗？哇！你真的要靠他紧一点，对不对？真的要靠他紧。小心小心，好，可以。爸爸，起来，爸爸。光哥脱衣服了。功夫女生。一今天一开场就是精彩的街头健身表演，现场又会有什么超爆笑的互动？赶快来看看！现在健身风气很盛，没错。那今天呢，把这个叫音架，对，因为一般这个街头健身它不会用到这么好的器材，对，但是随处都可以健身，对，在公园里就可以来。对，那一般街头健身像豪宅里面那个机器叫龙门，一台都上百万，还有那种史密斯机啊，是，对。可是健身不需要花那么贵啊，对，所以把音架搭到现场，让各位体验一下哦，什么叫极限健身？极限健身，这个几个人太厉害了，是，待会大家好好的来体验一下，是，来欢迎我们极限健身。极限健身上次震撼的演出让人印象深刻，今天他们又准备了新招式要帅翻全场，真让人期待。哦，哇，多暴力啊！你看，哦，那肌肉线条，你看，哎呀呀呀！哦哦哦！现在可以做浮力挺身，天哪！太暴力了！左右手哎！哇哦！这是我刚刚开场做的，哎，哦，好哦，太暴力，太暴力，哇，哦，一般呢，很贵的健身器材也没有办法搭成这样，对。那只有音架才能符合他们所想要做的，没错，那种粗犷的感觉。哦，好夸张！哦哦哦哦！哦哦！哎呦！哦。帅帅，有有有有汗有汗有汗，有来来，我今天有流汗，对不对？奇怪，我刚刚前面一开场也是这么努力，有流汗，也没人帮我擦汗，这样吗？也没有人帮我擦汗，你们差别待遇，都没有人管瓜哥受伤了，对，抽筋也没人来按，哎，啊，你好你好，哎，大名。哦，叫简向成，简向成，刚刚有这个空中翻滚的是谁？前后荡之后翻身接杆，哦，哦，来，能不能做一次了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可以单独看一下。周董厉害了，周董很强哦，超强，应该他的肌肉是最壮的了嘛？对，他很壮哎。哇，前后哇哇摆荡哦，这招没做出来哦。哦哦哦 ，OK OK， 来，周董，我请问一下，你们在户外的时候器材没有这些怎么练？就公园的单杠，对对，没错。做这么多花样，这个是比赛的时候，比赛的时候就是为求效果，嗯嗯，然后让它看起来就是有点帅，对，帅。嗯，那你来撑国旗，我看看，来来来，那个宇宙你来，你应该可以再轻一点，因为它有点丰满，所以要轻一点，好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他说他有点丰满不行，那我跟你讲，你一配最平了，来。你要这样可以踩，不要开玩笑吧？真的可以踩吗？你会摔下来哎！哦，哇，小心小心！
有人扶，有人扶，很厉害的，小心小心。扶住，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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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，这就是你的目的。抱住，你不放手，你在干嘛？你在蹭啊？哎，我不行了啦。易佩，你真是，我没想到你平常这么乖乖的，还会找机会蹭。我没有找机会蹭，我是真的不。人家叫你放手不放手？因为我害怕，我害怕。哎，你太强，对不起，我刚踩太晚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他先喘一口气，真的超强的，这国旗还能这样撑，可以踩耶，太厉害了。我的身体太滑了，哦，对不起，他身体太滑了。是，最近不是流行情侣互动吗？情侣互动，对啊，你们建议跟观众可以学情侣在家可以健身。哎，你有没有哪一些比较简单的？瓜哥是不是也可以体验？对嘛，对啊，简单的有。对，你们看下次能不能来，就看今天表现了。没错，你设计的动作他满不满意很重要。结果好，结果好。绝对满意。来来来，就是你不能都你一个人秀，其他人在干嘛？有，我要 call， 我要 Q 一个 Q 这个来最大只的这个最大只的汉堡，汉堡来，汉堡他是男生，他是男生，你是女生，对对对，以这样的角度，然后他从这个底下，然后对带起来，对，哦，好浪漫哦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不是这个这。哦，你可以下来，可以下来，你们抱那么紧干什么？感觉好多肉啊，好像是这个问这个男人，你们看过了？来，这个动作我刚看是借过好，可是借过好，可是我没办法站起来。没有，他们会辅助你站起来。不是那个从地上站起来怎么可能？于是他啊，老婆在台湾，出国很久了，出国很久了。OK， 有单身，伪单身，来。熊你，你要做标准。熊你妈妈在看呢。靠近了，太近了，膝盖要往太远，你没有办法支撑了。于是他的脸转错边了，于是他转回来，转错边，转错边，对。你真的要靠他近一点，对不对？真的要靠他。小心，小心。OK。抱抱起，抱抱起。可以下啊，没有，这是其实情侣间可以在家玩，是啊，玩这个挑战。五羊来，五羊，哦，五羊，哦，宇宙来，哦，宇宙，好来，可以，我可以抓小腿，往前跪，你膝盖先给他，膝盖先给他，哦，这样子好好哦，好好，对，五羊的头在哪里？哦，是啊，不好意思，五羊完全徜徉在宇宙里面，对，他在宇宙里面，没有错。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！我看着宇宙好自私，我只能做后面的动作，前面我做不了。还是你们要扶我一下？我们扶你，扶你，扶你啊！不能松手啊！不要松手，不能松手，你松手就看不到我了。没问题，我让你徜徉一下宇宙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互相，瓜哥脱衣服了，不是因为他这样比较好伸展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哎，有，哎呦，练得蛮结实。可以，哦，来哦，来，扶得起来啊，可以啊，应该也有人扶女生啊，也有人扶女生。一、二、三，扶女生，大哥你怎么，大哥？可以了。还有别的？还有没有别的？不要那么刺激的，那个血压可能会上去。示范一下，小师傅。小师傅跟周董，脚帮我放在上面。这个难呢。哎呦，哎，来啊！现在网络上很流行像这种情侣挑战啊，哦，啊，双人健身，我坐一下，他坐一下，这样子。来来，我要下去，你先坐。哦一，然后你要下一，要盯住吗？哦，对，要盯着，要盯着就还好。OK， 对对对对，然后没力就跪下来啊。对，哦，哎，可是这个情侣如果两个都有健身，在家里练很不错，哎，徒手的，真的，这个我比较没兴趣，你们可以。你刚刚为什么高度兴趣，现在完全不想？不是，因为我刚做过了吗？做过。那个班姐来做好了。讲到小腿就是她了。对对，班来。小腿啊，小腿担当。班姐，主威吗？主威来。主威厉害了，主威什么都可以做。主威厉害啊，这主威。主威对。刚好身高很搭。上面其实还好啦，因为上面其实脚靠着就好了。哦哦。对对对对。可是女生的手也是要做福利挺身啊。脚太长。脚太长。你脚的。来，男生一下，女生一下，来，男生。男生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可以，主威一下。再做一下，再做。很强啊。核心稳定哎。有。可以完
起来哦，女生来的可以了，主位 OK 了，可以主位可以。请问这个好玩在哪里？这个好玩在哪里？哎，你有锻炼到吗？这个有锻炼效果。这个是锻炼，跟好玩没关系。哦，是不是？对，拉单杠的部分也有一些比较变化的，只是其实所有的男女搭配啊，男生一定会比女生累一点。所以哪个男的女女？我当女的，然后他当标。哦，两个一起抓着。哦哦，抓着。这个脚尖要踩着。这个我觉得比较好一点。后面的人脚尖要踩着。对对对对。哇，这个要多付一个人的体重拉单杠哎。他帮男生帮女生脚踩上去。是哦。还有另外一种是可以跨着。哇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锻炼腰力啊。先来排队，先来排队。哇 ，OK， 了解了解。他说还可以亲个嘴，如果是情侣在家练，还可以亲个嘴，给一个奖励。对，没错。哦，你好棒，上来亲一下，好棒，上来亲一下。这个我真的没办法，等我亲你，你要找你老婆来弄一下。啊，不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来啦啦。你跟怡佩总可以的吧？怡佩主持人呢？对啊，好好吗？老婆可以吗？怡佩可以啊，他可以可以。你其他都在撞翻了。熊尼不行，怡佩 ，OK， 哦。哦，还有纸巾在台上。一，脸红了。哇！董伟杰脸涨红。为什么要抖一下？对，啥？董伟杰加油！双飞，双飞，哇，厉害！哎，很强，很强，一佩也很强啊，感觉一佩强。但董伟杰，你退步了，你为什么？每天只有练切肌而已。哦，因为做生意啦，退化很多。哎，我竟然拉得上去，是是是，很厉害，哎，很厉害。那个班姐，班姐，你刚刚说不好玩嘛？现在好玩的来了，这个好玩的哦。对，这个有点害羞，这个有害羞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我愿意害羞。那个王子，我好害羞，好害羞。那个宇宙了哈，宇宙，他有这跆拳道两段，手也流利。OK， 我会加油的。哦，完全贴在一起。等一下，你要脚踩上去还是跨你？我觉得跨比较容易啊，跨比较容易。一二三，哇哦，两个都很强。那宇宙也有练的。三，完美完美，太闪了，太闪。哇 ，OK OK， 哇，很 gentleman， 还扶一下，你也蛮厉害的，很强哎。我平常有在练，而且是燃烧小宇宙哎。对呀，真的。我刚刚忘了反抓，我刚刚是正抓，所以我感觉好像一直在抓一根什么。哦，他手是这样的。刚刚对，忘了反抓了。但我觉得他好吃，他会用他的胯下去夹我的中间，把他自己垫上去。夹个什么？夹什么？夹什么？夹你的什么？我腰，我的腰。腰啦！哎，我刚刚也是用胯下夹。不要喂，不要喂，我们是推广情侣在家健身，对对对对，只要亲情朋友都可以做了。哦，没错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他们挑战一个。Okay， 就是我们做这个极限是做不过他嘛，是没错。但是我们的胸肌男也很多啊，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武阳啊、于思达啊、童伟杰，我们几个都是壮丁嘛。嗯，那跟他挑战一个游戏，叫做气炸鸡块。气炸鸡块，气炸鸡块，气炸鸡块，气炸鸡块。哦，这个完全也是一个锻炼的一种。是，所以我们派出三位嘛，是武阳。哇，很凶的，哇哇，巴西胸大胸肌科的节奏，童伟杰，哇，厉害！今天这个没有女生接，没有女生接触可以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的于思达，好，三棒。是，也不瞒您说，他也是从以前答应家长大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帮助爸爸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一些在工地打工。啊，对，所以他也是能奶超奶楼。没错，答应家或餐饮家都很 OK。我们这边有最强老爸，也就是那个做美容的，然后。他就是我们的陈哥在这里。哦，陈哥，哦哟，陈哥，你是做汽车美容啊？没有，在做发型师，做15年。哎呦，哎呦，所以你的正职是发型师哦。刚刚讲美容，我以为是汽车美容，你是发型设计师哎。好，对不起，那你是一棒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还有谁？还有我们最壮的那个汉堡。汉堡。好，完了。你也是，你这个本身做什么？人家斜杠是做美容。我现在还是学生，辅仁大学，什么系？运动休闲管理。哦，合情合理的，完全符合，好不好？这一个老板，一个我们汉堡，还有一棒吗？还有一棒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强工地工人。哦，最强工地工人。你本身的副业是？我就是做清隔间。
哦，青隔青隔间的青隔间的装潢的哦，装潢哦，现在很缺工哎。好，那就一棒对一棒了，伟伟杰先上阵吧。伟杰对汉堡啦，你们三棒能全赢的话，我们就是4000块钱了哦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我们只是赢的话，就是搬2000块钱。好好，好不好？我们艺人也是一样哦。好，来，伟杰来，请就位，请就位。来，谁先破谁就赢了，我们不计秒数了啊！预备，开始。哦，两个速度差不多，速度差不多，有的拼了，是蓝的先炸还是绿的先炸呢？哦，绿色，我觉得蓝的好像快炸了，很快，领先的很快。童伟杰，伟杰加油，伟杰加油！伟杰，哇，童伟杰是因为最近做生意啊，哎，其实他闹得还不错，野蛮的追得上，对，追得上，我要上，停！你吓到，好大声呢。这位妹妹，那个是气球，不炸她要干嘛？她吹到什么时候？不是，因为我不知道她会弄到多大，我整个。所以你一辈子没碰过气球吗？有啦，有。还有吗？哈，1-0，哦，好不好？哇，厉害！接一下，爆了！迟来的爆炸，对对，第二棒，来第二棒。好，他是啊，怎么样？我要跟他赌一把。你不是在赌了吗？已经没有，还有私底下的哪一种？外差花，外差，你要外差什么？因为他不是那个美容的老板吗？哎，我最近想说剪个头发。你头发有固定的在剪？没有，我就是想多剪一下嘛。对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如果赢，我就去他店，他就免费送一个。哦，免费送剪头发。我先问一下，你剪一次头要多少钱？2500。哎，哇，很值得呢。等一下，你是开在哪里啊？要2500？在大直。哦。所以房租就贵了，房租都要20几万。哦，那你剪一个头2500，如果加上染发烫啊，加起来一天的消费可能要上万哦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他输你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去那边剪头发，发个现实动态。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再送他一个现实动态。自费。可以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输你的话，到里面帮你做广告啊，对，帮你宣传。怎么也值2500啊？对，对不对？那你输他，你要成，你帮他剪，他还是会帮你发了。好，对不对？我的头发在那边剪的嘛，来，好来，我外差了，外差，外差也要公平嘛，对不对？要一样，那衣服也脱啊，衣服，对，哇，任何的阻力要长得一样，哇，对啊，你这样气势一开始就输了，等一下，你去太重了啦，你就叫他不要脱，他平常自己脱的多快，不要脱嘞，平常我们叫他不要脱，他只要脱，可以啊，这可以，巴西节奏，巴西节奏，预备。好啊，来了！拼了！这个有外差的哦，靠近一点，不要上来，要外差，这个价值不是10002000了，来，开始。Go！ 外差，红木鞋，绿色，红木鞋，你要的气球比较快，气球会快射，好快哦，不会这样，好强哦！绿色，要爆了！没有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没有五羊快，五羊比较快，他的节奏比他快很多。八七三八节奏，他的速度比他快啊。输掉了。哇，可以了。你明显他做两次，你做一次。真的，他非常的快。撞到了一个很帅。来，1-1哦，1-1，不知道谁会赢哦。哇！于是打你压轴哎，对啊，这样我压力好大。宜兰最速男，最速男，来，请就位。两个都是壮男啊，对，对啊，都在工地服务过。哦呦，很厉害！来，预备，这个是最后输赢了哦。是，我们现在是1-1哦，所以是获胜的有2000块钱哦。外差一片硒酸钙，于是打加油。预备，请开始。来了，最速男，你先。快输了吧！哇！恭喜一人队获胜，好厉害哦，很强哎！来，我们要颁给哦艺人哦，厉害耶，有守住哦！你们有2000块钱了哦，而且可以，而且你还有赢到一个剪头发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承诺必须要实现的。OK， 到时候你。
可以吗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最后你再不要发个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您可以啊，可以发一下，互相互相，对不对？发个限动。对，谢谢我们丁香小师傅阿成、周董汉堡、陈哥、陈哥呢，好，谢谢你们的欣赏更精彩的最强综艺秀。紧接着是众所喜爱的拍摄夜总会，加上如此强大的卡司，千万不能错过。万事顺意，过来了。哇，生意越来越好。没错，我们每次客人都高朋满座。但是你们越来越不像话。哪有？你们就轮流请假好了。啊，没有。我生意还要不要做嘞？当然还要、啊。上次你请假，现在是那个公关请假。哎，报告老板，我们不是请假，我们是出国考察。哦，出国考察。对。对呀、啊，那你们不要常缺席。啊，没有，现在缺人手啊。对对对。上次你没来，你错过一个非常好的表演啊。啊，什么表演？幻术大仙。哎呀，我有看到电视上播，哎，那个太厉害了。是。你输很多啊。不是，这不是讲输的，那是体验人生啊。啊，体验人生。我是要反过来想，所以你不要反向思考。哦，反向思考。就是因为认识他呢，我少输很多钱。啊，不是这样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他呢告诉我们不能赌。啊，不能赌。他在我们的是寓教于乐。对。他告诉我你。九赌十输，十赌九输，是九赌十输是哪招啊？对对对，十赌九输啊，对，所以说呢，我也学到蛮多经验。哎，对，他已经答应我们来上班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啊。当然，他会帮我们谋很多福利，而且很多客人喜欢看他表演。对，你也想看，对不对？当然想看啊，就看我的面子，今天来上班啊。有吗？有吗？各位，我们热情掌声欢迎我们的幻术大仙，现在要来了，不得了了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哎，跳起来！来，幻术大仙又见面了。大仙，哎呀，久仰您大名了。是啊，你上次没看到。我上次没看到，我在电视前看播出，实在太过精彩了。对对对，仙风道骨啊，真的。对对，而且完全不配合音乐。对对，他有他的 style。哦，是是是是。今天我很诚心诚意，当着大家的面跟您拜师。拜师学艺哦，一般来讲，我们拜师的话，应该要奉上茶水。哎，我来准备一下啊，大师要茶，我们就要准备茶。来来来，有啊有有，哎，谢谢八天的，谢谢班姐。哎呀，我刚刚以为他是要跟我要红包，害我着实吓了一跳。大师，茶来了，大师来这边找茶，奉茶。哎，您口渴啊？这好像不能喝啊。没有啊，很干净哎。有东西啊？有什么东西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瓜哥，你可以帮我这样子拿着吗？哦，好，哎，拿好。水啊！你就从上面看下去，你有看到东西吗？没看到我的手掌纹啊？对呀，这透明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我再教他现形出来，让大家看看。现形，现形，是我们店不干净哦。哎，我好害怕，不要吓我好不好？到底现什么形？有什么？水就一个干净的水啊。哎，火，然后呢？哎啊！什么？哎，怎么有一条鱼？哇，老板，你店不干净哎！我打个新评论哦，这边现在就给哦。哎，别，这是幻术，这不是鲤鱼精啊哈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，变出这条鱼，并不是要说 Passion 酒吧不干净，而是要祝 Passion 酒吧如鱼得水，年年有余。哇哟！大师会讲话，因为我们请到大仙来表演，我们店呢算是如鱼得水。当然啊，因为有他做生意蒸蒸日上，是年年有余啊，盈余盈余啊，太好的比喻了，谢谢，我们就收起来了。谢谢，我们把它拿去养了。哎呦呦，这个鱼要好养，是能养金鱼。是哎，大家可以靠近来一点，好好，幻术大仙就不怕大家靠近，是因为上次的表演大家贴那么近。也看不出他哪里有破绽，对，是真是所谓幻术，因为我们大家在聚在一起常常玩那个一条龙啊，对，打打小扑克牌啊，一条龙你不会？很难吧？十三张，就抽十三张牌嘛。那私下聊你聊得很好，现在假装不会。你想那十三张牌是，你可以从拿一拿到老 K， 是，哦，那个是赔死十三，那个几率有够小的，难，对。那我来准备道具了，好来，来来来来来，那这个扑克牌来表演一下，嗯。哦，那来了，当然就是，然后扑克牌其实精通牌术的有两种人，是，一种是魔术师，一种就是老千了。哦，这样这样。
当然，你看到我，你就知道我是魔术师，不是老千啊。对，重金属的那个歌手吧。OK， 那扑克牌来讲的话，魔术师洗牌跟老千洗牌也不一样。不一样吗？魔术师是为了要展示技巧，所以他的这种技巧哦，是为了要博一些掌声的。对，但是老千洗牌呢，他最好就是大家怎么洗，他就跟着怎么洗，最好洗得越搓越好。空中洗，这个要低调，低调，低调。对，那我们的扑克牌手感已经练到很好的程度了。对，我可以邀请我来，好，你可以帮我抓一叠牌，多少都可以放在我手上。这样 ，OK， 这样子你看得出来这里有几张牌吗？36张，反正随便讲就好了。那你。他随便问我们随便讲，大家相不相信？经过训练之后，还真的可以感觉每一张，不可能啊，每一张牌的重量。所以我已经感觉到这里就是稳稳就是26张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刚好切一半，不相信，随便切一半，这不可能，一看就不可能只有26，绝对是。原来26，你等于切到一半呢，52张嘛，你也蛮厉害的。大家看哦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 2 3 4 5 6，太扯了，我切了一半，太扯了啦。哇，这个只能玩一次嘛，对，你切的准，那我切的准，对啊，包哥你也想再测试我一下，来来来，别别来，不可能。好，那你抓，你不要抓刚好正正一半，你考验我的功力。不是，你随便抓，他就可以算，他可以测出几张啊。好，对，你自己不会知道嘛。哦，这样很难算哦。哦，这么一大叠，这蛮多的。这样应该有40张吧？就是你自己猜的是吗？让自己测。来，你测。36。36。35。有一点点那个。想清楚，想清楚，要确定哦。35。你现在不是大概接近就赢了，你是很精准哦，误差一张我就把你 fire 了。哇，精准，我们这边很严格的哦。35大师，他是大师。35还是36？35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。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。1 2 3。34张完了，完了，太扯了，怎么可能？超勇敢的，你亲自见证，对不对？这还不是最火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最神奇的，他是有重点，太神了！哎，这个谁敢跟他打牌啊？好强，没人敢跟他打牌吧？刚刚这个根本就不是魔术，对啊，你只是称重量而已嘛。对，这很神了吧？对，这里打牌要赢的话，光会称重量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是是是，但要有帮助的话，如果你都可以知道别人手上拿的是什么牌的话，瓜哥很想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测试看一下现场观众有谁，现在来宾有谁是觉得自己可以藏得住表情的。藏住，藏得住表情，扑克脸的概念，扑克脸，扑克脸啊，怎么藏住？有没有人有刚打完肉毒脸很硬的？不是那种，所以你要表演的是，承认一下，承认一下，我可以请一位现场的来宾帮我抓一叠牌，我就可以猜出他手上。主位，主位，主位，主位吗？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对对，主位，酒仰大名，你好，有没有？第一次见面，酒仰大名，快速大名。好，那我就这样摊开，你可以伸出一只手，直接抓连续的3张、4张、5张都可以，就这样抓一把。好，自己看到牌。好，小心后面的人会出卖你，所以说你不要让他们看到。好，更小心镜头。好，就直接抓，都可以。好，他随便抓，他也不知道几张。可以，好，好来，好，你找到一个自己看到的方式摊开，可以打乱这些顺序。那我们可以看吗？后面大家不能看。只要主位看主位自己看，主位自己看，要不然全场万一有人打 pass 给他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主位，你现在已经有办法看到每张牌了吗？OK， 好，你的手可以挡住牌背，免得有人说牌有记号。好 ，OK， 主位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1，我蛮确定你有一张 A， 但是现在你还先不用跟我讲。OK， 我更确定有了，是吗？哎哎，好，4 5 6 4，你手上有4张牌对吗？
是。OK。哦，你可以帮我从一直接念到十吗？正常念就好了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OK。随便讲一个花色，黑桃、红心、方块、梅花，不一定要上面有才可以讲。红心，你讲红心，为的是要避开方块，我就直接赌一把了。方块 A， 如果有方块 A 的话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怎么可能？天哪，读心术吗？真的有哎！哦 ，OK， 方块 A， 那我刚刚在四的时候停下来，是因为我感觉有四，而且蛮强烈的，我就猜。感觉有事啊？你有事吗？一直是说没有事吗？真的没有。没有，我觉得你现在在装。OK， 黑桃、红心、方块、梅花，你刚刚已经讲掉红心了，你再讲一个花色。黑桃。那就是黑桃，黑桃四，有黑桃四的话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也有。我心跳跳超快，我都流手汗呢。所以。你有看到刚刚这个演的跟很真，还好我道行高还可以猜得到。嗯，好，七八，哇，这张你背起来了。我讲七，我感觉到了红心方块，你刚刚讲的红心可能是要避方块 A， 也有可能讲的是这个红心。你可以再随便讲一个数字吗？二。再讲一个。三。再讲最后一个八，全部避开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所以红心七在这中间有红心七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你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站在这个角度，我要吓死。冒喜啊！他后面的找他去打牌不赢死？哎，赶快，我要跟他交朋友。白事白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一张嘛？还有一张，我刚刚已经收集够多资讯了，我要直接讲方块四。方块四，没有错啦！哇哇哇！哇，你把我吓得不轻呐！方块四，哇！哎，可是我，可是这个也不是签呐，嗯，他不是签人家嘛？不是，他只是会读心术，然后测谎，你比较像是活体的测谎机嘛？对啊，他是读心术，已经很厉害了，这样没错嘛？对，没错。所谓的签是他会做牌嘛？对，他没有啊，他人家抓完。他只是从你的回答去判断说你有没有说谎，然后你可能拿了什么牌。所以调查机应该找他去，我们哪还要测谎？对，他不用测谎机啊，一台十几万找他就可以了。太对了，嗯，真正要出签要做到百分之百能赢，要做什么决定的因素就只在发牌。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发牌技巧，大家看哦，那这是正常发牌对不对？对，你没有听过作弊的发牌吗？没有，就像这样。那不是一样，哪有差啊？有什么作弊的？这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什么？这是真发牌，对，这是作弊，什么意思？一样啊，不是一样？你完全手势一样哎！你看哦，真的跟作弊哦，慢一点哦，真发牌，你们看不出来作弊做在哪，对不对？例如说，这张是黑桃九，不算一个很大的牌，但是我作弊发牌，看到吗？它就变成哎，大黑。所以说，这是魔术还是魔法？不对啊，好奇怪哦。这个酒吧有鬼。我们都那么近了，已经，我们已经超级抱近了，都差点快住进去。刚刚都已经这么近了，看是看不到发牌作弊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正常这样发四家，你们看得出来哪一家作弊吗？真，我哪看得出来？看得出来就不会被做了吧？对，对啊。哎，你们已经全部都直接放弃了是吗？没有，我在看啊，我认真在看。其实你们看不出来哪家作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正常发，你这是很正常发。没有没有，你们很厉害，这一局是没有作弊的。哦，对，正常发。因为真正厉害的老千，第一局是不作弊的，他玩的是别人家的牌。哦哦，对，所以在第一局你跟他打牌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会亮到牌，亮牌的时候我就在记牌了。就十一，哦吼。你有看到现在牌是乱的，对吧？对，乱嘛，对，全部都是乱的，全部都是乱的。对 ，OK。泽宜很乱吧？你要慢一点。很乱啊！好了 ，OK， 我们导播要拍嘛，哎 ，OK， 很乱，很乱，很乱，这个超乱的，对，乱码二分之一。这个我也注意一点久了，瓜哥 ，OK， 对，乱爆了 ，OK， 好，已经乱七八糟。现在我记忆术已经搞定了，
他刚刚已经记完了，真的记住了，不可能，只差八牌了。什么？所以瓜哥，你可以随便讲，一二三四，你想要我作弊哪一家？这家比，这就第一家了。对对。好，大家看我发牌，这家哦，做他那家哦。我先想一下。好 OK， 考倒了，你看到吗？啊！哇、啊！梅花四，这怎么可能？而且还同一个花色。这个扑克牌是有鬼。什么？七。我刚才看整副都是乱的。这乱的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怎么可能？啊！一条龙哎，一条龙！谢谢大家。但你听我讲，你在外面如果拿这种牌，一定被拖出去打。没错，这绝对作弊嘛！你不会拖出去打，当然会拖出去打。对啊，对啊，怎么可能这种牌？不可能作弊啊！作弊才能做成这样啊！对，故意要做成这么明显，就是要告诉大家这赌博的示范。我做一个明显的让大家看嘛。如果其他牌不一样吗？如果要是你拿到这个梅花一条龙，当然 all in， 对不对？对啊， all in， 一定要 all in 啊！你 all in 就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个人也 all in 呢？因为他拿到的就是。红心的一条，不可能啊！他也 all in 啊，因为他是方块一条龙。那这个就本家最大的就是黑桃的一条龙。哇！哎，我要讲哦，你们女生啊，拿那五十二张牌要这样翻开的这样牌啊，嗯，可能要花一段时间。对啊，对对，要啊要啊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个牌啊，其实是没有作为的。要是我拿那张牌，我很生气啊。因为我叫他帮我做，做的他四家都一样的，哪有输赢？对啊，这个我这样，这个时候发牌都要被拖出去。对，拖出去打。对，就是发牌。他太不会做了，你要做就是要拖他赢啊。这条发一条龙，然后三家都乱码。对，这样我才能赢钱啊，不然我这样赢什么？老大，你刚刚不是说你不赌了吗？才能够这个有面子，有面子，有面子。瓜哥，我们这个是反赌的节目吗？我要是做那么逼真，他们真的会来找我了。对，这真的很厉害。你刚刚在你面前给我看，你就在家里五十二张这样牌，可能就花上了一两分钟，对不对？来，掌声来鼓励一下。太厉害了！奉劝大家，小赌怡情啊，不要拼命啊！你碰到那外面的世界哦，这是非常的杂乱。对，哎，今天表演这个扑克牌，既然扑克牌来了，还有没有更神奇的表演？这个是五十二张牌的赌局，对对对。但真的人要骗人，他花尽心思，三张牌就骗到倾家荡产。讲得对，厉害的老千呢，用三张牌就能赌了，而且在台湾早期的社会，在。天桥下路边啊，對方便嘛？这个三张，就三张而已哦，两张 K， 一张三。通常他们是用红心 A， 但是今天我用三，为什么呢？你就是要找这个三在哪里啊？找三，对，那那另外一个俗名，这个游戏叫做抓小三呢。抓小三，抓到你就赢钱，没抓到你就输到倾家荡产。哦，几乎是很难啊。好，那大家来看哦。对，不会太快的。对，大家都可以下注。好，来，你不是叫他不要下注？哎，因为你知道，我相信我自己的良心呐。你输了，我会还给你的。好的，哦，不用下，你就用指定就好了。指定，指定，指定，指定就可以。那个三在这里哦。北北第一次来的，你注意看，你注意看。哦，那看到三在这里哦。三哦。对，那第一把通常会试完了会让你赢的，所以我就这样 OK。OK， 哎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再一次，因为你的头发太长，有挡住了。这一张，我们刚刚看清楚了。我猜应该大家都没有很专心看。对，这张啊，这张，你不敢，你应该没有专心看，你不敢翻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应该没有专心看呢。专心看，刚没有专心看。你也看到这张对不对？我也看到这张，我超专心看的。哎，小姐，这张肯定是看错了啦，你这，哎呀呀，重来，哎，你弄到他一点吧。挡住我们了啦。其实是对，专心。头发太长，它会遮蔽我们的视线。哎，你不可以这样用头发当。对啊，我要往后拨，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要留长头发？好，两张 K， 一张三。好，三在这里哦。好，来，三在这，三在这。我就这样丢完了，然后就这样子交换，这样，哎呦，哎呀，不要换这个，太简单了。应该这张，眼睛张张了，这张要开哦，这张。各位观众，这张，真的，你也是猜这张吗？什么？我们都猜中间呢，全部人都猜中间呢。哇哦，好评要赌吗？好，我来。哦，两 K 啊，
一张三哦，大家看哦，就这样丢完的时候，我来给你看这两张 K， 这是提示了，哦，太提示了，已经很明显了，太明显。我很难昧着良心不下这一张，相信你对了，对，这太明显了吧？对，这样别人不会重来，那就这个。我的地气拿了，我的地气拿了，不管地气啊，那是我的地气，接地气，接地气，我们这张，就这张啊，这张。那可以开开。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猜中，反而比较意料之中。啊。哇！这么明显提示我们还下错，很难呢。多笨啊！不，没有，这跟笨笨无关了。你要看，这当然就是一个手法，但这个手法做好的话，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？想想，我就这样子丢完之后给你看的，这两张都是 K， 肯定下这一张，下了就错了，对不对？那总是二分之一了吧？那开又错，因为他又回到这里。哦。手法太快了。对啊，我那么看那么细，这是三公吗？哎，更高杆的三公，还有更高杆的，这是跟萨库拉配合的三公。萨库拉什么意思？有萨库拉就是呢，旁边敲锣打鼓的暗装，那等庄家好像在玩的，他在找钱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赌客他过来，他就给大家这样嘘。啊，折一个小小记号，做记号，做记号。哇，这太明显了吧！庄家转回来之后，不宜有他，继续玩哦。哦，大家都知道哦，翘起来是三嘛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继续玩之后，大家就开始赌了，不敢赌的他也敢赌了。翘起来的，翘起来了，赌之后就赢了呀。那你在旁边定力再够，你想说会不会？哎，我下一把就跑，这样子行吧？对吧？那现在你下谁呢？不是翘起来，当然下他，而且你下一把就要跑，你下多还下少？多，全部下，欧米，直接掏空啊！全部下，各位观众，你全部下就完蛋了。什么东西呀？太可怕了！翘成这样，我们还没办法啊！哇，这是更高杆的三公了。你什么时候？各位，在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要拯救许多的水深火热的家庭于赌博的伤害之中。没错，千万不要赌啊！拯救大家啦，对，出赌海是解救大家水深火热。没错，他是超厉害的。不过我认识这种幻术的也相当多。哦哟，我今天有个小女孩哦，就想跟他对抗。好了 ，PK 啊。对呀、啊，我让他猜猜看，他如果猜得准，才真是叫的幻术大仙。那小女孩也是世界冠军。没错，要考验大仙的就是叠杯快手张瑜婷，究竟她的手速能成功瞒过大仙的眼睛吗？哎，欢迎我们世界冠军张瑜婷！哇，厉害了！金世世界纪录保持人，几个礼拜不见又长高一寸，对呀，长真快啊！真的，今天很简单，各位想猜的就这条线。哦，保持一个距离。看完表演，九个杯子，一旦猜中就是2000块。哇，猜中就2000啊！猜中就2000，九个杯子猜中多难啊！2000块要猜中什么？大家会说，哎，我要猜中什么呢？对啊，你看哦，九个杯子里面，哦，有一个贴的贴纸。只有一个黄贴纸，对，也就是你选中这个杯子，哦，有黄色的贴纸，就是2000块，有2000，那有赏必有罚，有赏必有罚，所以你猜中我2000块，你是无怨无悔，对，但是如果猜错呢，哎，我们只赏你一根中指而已，哦，什么中指？打额头的中指，还打，这样我们对这个游戏才有一个中指。哦，这样我觉得这样又打下去，这中指也会终止我们的贪念。对，哦对。那大仙我们是不能打了，他已经提供幻术，我也是劝他不要赌啊。嗯，好，不是他劝我，是他劝你不要赌。我也找了张瑜婷妹妹，从她6、7岁我就看她长大到现在，所以总共有9个杯子，谁要先？来来，报名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没有玩过可以先去。我想班杰有练过，没玩过的好米呢。对啊，这个在这边。好，看到第一个，你要注意看哦，注意看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来。好，对，他跟你说就是那个。等一下，他也要有奖励。对。哦，他每次玩弄对手一次就是200块。哦，赚200。奖学金啊。他能过10关就是2000，我们都要互相有赏罚。对。好，来，这里哦，这里哦。好，看到了。注意看了哈，哎，预备，请开始。好，那个椅子可以先拿出来了。哎，要不
要直接打黄豪平。椅子可以准备。我的决定是，是我先去拖椅子。直接打吧。坐这里。不是你猜呢？这怎么弄？这怎么弄啊？不行吧？什么叫怎么弄？哎，你有猜还有机会哦。你猜有机会哦。九分之一，九分之一就中了。有时候就中了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再缩减三个杯子好了。哦，收三个，再收三，六个就好，六个，哦，来来来，六个好找了吧？六个比较好，六个六个，六分之一，六分之一，一样是只能猜一次，两千块，很少人有三次机会，哇，对对对，没猜到，你是不是知道我有现在有房贷要付，所以多优优惠一点，好品难得来，是，妹妹，我们找出那个杯子，连你都不知道在哪里的，还是我先转头，你们先看，确定好，没有没有，你看你看，再找出来。厉害哦，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就在第一个，在第一个最上面那个，对对，好，现在六个哦，六个而已，好了，六个，哎，仔细看哦，来备，开始，知道猜了吗？很好猜，六个而已哦。人生第三次机会，比刚才有好猜一点点，对，我觉得是最右边那个，哦，最右边这个，果然是厉害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不应该，不应该给他一次机会，给太多机会了。对他宅心仁厚，你看，光哥不要再演了，我直接打吧，光哥。怎么可能啦？空的吗？对，太难猜了。在哪一个呢？我来看看。倒数第二吧？是吗？不是这个，那个另外一边的倒数第二。还没，还没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大姐，你不能全部念过一次。哎，翻到最后一个。嗯，你看到最后一个了。哎呦，哎，超难的。我先让大仙暖身暖身。是是是。我对九个，他对他实在，我们就去掉三个。对，现在六个嘛哈。来，请坐好了，请坐好了。请上座。我想说，大家都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你没话讲。好，我已经给你两次机会。施打好了，施打那么近，来施打，直接施打，直接处理。这么近，他手指看起来好粗，手指好粗。到底会不会打？OK OK OK 啊，你会哈？会。你不要打，他的名字叫施打，想跟打西瓜一样。施打，施打，施米达。靠近来哦，来哦，第一次来就被打头。预备。八八八！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游戏我入行之后玩了这么多次，我第一次痛到鼻，你鼻子里面。我有快点猜，哭出来！我没有在开玩笑。那个接下来是你要猜还是你要猜？哎，大家都不要猜的。你有什么关系？好玩嘛，来猜一下，猜一下。宇宙，宇宙拼一下，宇宙拼一下，宇宙来。六个杯子啊！我在偷看，我在偷看大仙的那个眼神，大仙眼神已死，好不好？大仙快睡着了吧？好的。预备，你待会就猜这里，对他手法都一样的。对。他能弄弄的，刚刚是在这边啊。我觉得他刚刚有点瞧不起豪平哥，他只 run 了一次而已。不会，他没办法变了。嗯，就像那个他的方程式是一样，他习惯的 program 是一样的。我只给你啊，我不应该提示你。啊，完了，来，请开始。拜托了。哦，你看他都乱了，被我猜中他就乱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来，哎，这个程式一样的。我觉得这个跟数学有一点关系耶。来来，对他。一二三叠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在第三个。嗯，对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讲很多，猜不然就打了。你不能这个，我听瓜哥的。你听我讲，那个我的地契，他的方式，他的方式改不了的嘛。你看，恭喜。没中，哎，又没中，哎，没有瓜哥。所以于婷现在是四百，他现在有四百换了手法了。对了，对。来来来，快来！谁打？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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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蓝波老师，蓝波老师，你看起来怎么那么积极？我跟你讲，我让他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宇宙。来，那我说你的叫声。啊，你说我叫声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哥，你有看一下大仙的脸吗？大仙快睡着了，要不要你过来这边玩一下，洗个脑吗？没有，两眼无神。大仙，我们不会对你，我们不会打你。你现在知道你捉弄我们的心情？对。现在换我们捉弄，千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在这边，好，来，请这大仙来到这边。大仙，你请就位，到那条线后面去。对。哎，我们还没找出答案呢，就这样。刚刚这个没有啊？结果到时候没有。我觉得是第二个，第二个吗？第三个，第三个不是哦，啊，第一个吗？啊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每一个都猜还是不中，好难啊，超难的。大仙，你还好吗？
那好啊，大仙，你看我这里，你看我的头，哇，这真的很红哎！你看我的头，什么三星归洞啦，三公牌这样搞我们，对，接下来换我们搞了，搞他啊，来，世界冠军哦，注意看哦，这个是在这里哦，在这里哦，这颗哦，预备，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大仙，你刚刚是不是在三仙归洞？对，这边是一号，这边是六号，是第几个？哪边是一号？一二三四五六。哦 ，OK。哦，你会不会现在想说，当初学魔术不是为了这一刻？大仙还记得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？我就记得要叫大家不要赌博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捉弄大家，先让我们找一个年纪轻的来捉弄你。二啦。二号哇哦，不会吧，我要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可以瓜哥，哎，瓜哥，瓜哥，我是说二没有，二没有，要确定哦，要确定哦，对对对，是他放弃了，是他自己放弃，不是，我刚快吓死，我想说你也太厉害，嗯哼，还是要确定，对啊，二没有，二没有，二没有，好，来，没有，以后你讲快一点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让他五个再选一个。来，二没有，二没有，三，这个是没有的了。三是没有还是有？等一下，这有没有？有了，三有，三。一二三，三是这个。妈呀！哎，看那个读心术有没有多厉害嘛？哎，终究会被人猜中一次嘛。对啊。来，大仙。哎，我觉得六个对他们智商都难，我们要不要玩三个可不可以？三个，刚才就是羞辱我们嘛。三个这样子跟大仙牌三张是一样的，这样蛮公平的。他三张变三杯，是剩三个可以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哎。三个就好，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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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好了。你刚刚玩我们三个，我们也玩三个。天哪，我们刚刚于婷最后是看大仙没有，是也忘记要打开是？他忘记，因为他没有弄过三个，三个是最少的，最基本的。中间那个，等一下，中间那个有，对啊，有。怎么了？要中了吧？要不要换？不用，不用换吗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到底？哎呦！哎呦，中了！大仙厉害啊！对啊，大仙厉害。其实这现在都是运气，也是一种实力。强强对决。对。那你嘴巴为什么在唰？我没有克制住，保住面子了。我们要给两个红包啦。对，两个都很厉害。给妹妹一个红包，很精彩啊，都很厉害，真的非常厉害了。来来来，谢谢大仙，很厉害。妹妹有一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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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于婷。大仙陈教练，一个是世界这个冠军呐，对，蝶杯大赛冠军张于婷，是一个是我们幻术大仙，哇，我们夜总会下次见，好精彩，谢谢。今天我们找来多位精通少林武功的达人，一同切磋武艺。少林比武大会现在开始。嗨呀，嗨，我们现在后面是摆的少林寺。哎呦，这个场景很不得了。这个场景就要介绍这个有关于武术了。对，第一段来的是很小的小朋友。啊，对，听说他们身上背负了几条人，背负了几个这个金牌啊。哦，金牌，金牌。好恐怖。来，一起来欢迎龙之舞中华文化艺术团。
些小朋友们。是是是，哇，这个平均大概只有3岁4岁吧？没有啦，他们大概5、6岁、7、8岁吧。向后转了，向后转。哎，你们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来来来，表情一百，超认真的。你几岁啊？来来来，7岁。你7岁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薛慕言。啊，芝木朱木岩，不，薛慕岩，芝木鱼，薛慕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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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对，几岁啊？6岁。你几岁？8岁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还想了一下，想一下，八，应该是8岁，应该是8岁。所以是这里只有一妹妹，一位妹妹，季涵。季涵，你几岁？10岁。所以你是姐姐啊，师姐在这边应该很幸福，对不对？喂，你不要乱问什么很辛苦，他为什么很幸福？他一个女生，其他都男生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得过冠军哦，武术比赛冠军的，请举手。好厉害哦！哇，哇塞，中小联运的冠军，你们都是中小联运的冠军。对，而且重点是这一位，他是今年的双料冠军。哎，每个都冠军啊！对，你也是中小运，世界杯，世界杯。你是世界，你是因为参加什么项目冠军？棍和拳。棍和拳。棍跟拳。那你还记得你世界杯打什么拳吗？初级拳，还有少林鹰手棍。对，那初级拳可以打一下吗？可以。可以，来来来，初级拳。对，我一定要好好考验这冠军哪里来。来冠军。来，哈哈哈！对，哇，他个人表演就虎虎生风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初级拳，哦哦哦，哎，要打要打一套，我还是说要收操啦，那个运功要运到底啊。所以我跟你讲嘛，你一定要访问他们，个别打拳比刚刚好看多。对。刚刚也等于是个别在打了，没有啦，因为呢小朋友要一字比较难一些些啦。对，所以你应该把他拉出来，个别打屁哈，这样子很厉害。对呀，对对对，妹妹你打什么？妹妹你打什么？白布连环拳。白布连环拳。八步。八步。新招。八步连。你又不好好讲，来，还怪人家翻译不好，这些小子很难教。你再讲一次，认真讲。白布连环拳。百步连。八步。八步。八步连环拳。不要再弄他讲，蛮好吃的。他说八步连环拳呐。八步连环拳。来。加油！好。你要去哪里？哎呦，真的会打哎！好，谢谢，鼓励鼓励。会啦，他会打，他会打。大师兄，来。这么丑，有西恩，西恩，你是什么？九步连环拳，少林长拳，少林长拳，要跳出少林长拳来了，少林长拳，哇，说来就来，来了，哦，有力道，有力道，这个就比较有力，对，有力道，它有力道，哎，不然软趴趴的不行，哇，好，还有他的眼神。哦哟！好，来掌声鼓励一下哦！可以的，可以。帅！小朋友很可爱，我们就不用再抽查了。他们尤其现在我们在聊天，后面特别吵。对，哎，你们在聊什么？他们开始开会，同乐会。你们在吵什么？有人在呛虾说全台湾的中小联运没有世界杯。他在讲世界杯，他就没有参加过世界杯。吵架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，没事，将来是世界杯，以后是世界杯，将来是世界杯了。小朋友很诚实。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的，我们这个演艺圈4位最会功夫的，今天也邀请到现场。他们常常说会打，不知道到底有多会。欢迎我们演艺圈的四大金刚出场。不要动啊！第二个的头套要不要剪一下？浴帽掉了吧？四大金刚，掌声鼓励，带来一段精彩的表演。
这个东西，你们刚才抱怨什么？他说这个东西很容易就碎啦。他说这随便没有打就碎了啦。真的蛮容易碎的。不是，没有小朋友，你们好好练，十年之后你可以练成跟我们一样。你觉得刚刚这几位叔叔打的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觉得嘞？来，你们看完怎么样？一直在搞笑，一直在搞笑，很有实话实说，等一下，对嘛？你说我可以，你说我不行，我就等一下。刚刚那一招，那个用那个就从头下来破板，对，实在是看不太清楚。我们再来一次好了，来，这是真的呢？什么叫脆饼？怎么可能是真的板子？你摸摸看，你打打看。你看看这个，那真的，木板，你打打看，你打打看，板子，对呀，痛了吧？痛吗？刚刚做给你们看啊！刚刚那个拉起来倒立的，来，这，对呀，来了，看好了，等一下，这些哥哥都真，你要让小朋友心服口服啊！你帮我看一下他们，不准眨眼，哎，睁开眼，好好学，好了哈，我刚从河南学回来的，举牌一样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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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脑充血了！哎，要不要讲119啊？这个、啊、说实在的，对，我们大人不要骗小孩，这不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棍子也是假的，都假的，做的太粗了吧？还没打就断了。哎呦，这个。这个没有问题，我们有一个专门在练的金钟罩，有它就有够罩。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来，小朋友拿着，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小朋友看一下，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不要说哥哥骗你们了，对，今天你们来一定要让你们心服口服，你还在吃煎饼啊？饿了。对，我们向小朋友坦诚，刚刚的瓦片是煎饼没错，但现在总是。有重量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我肚子比较软，打肚子舒服，打肚子，我比较打肚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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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！来那个，来好来，来哦，我来了，好，别来了，花哥亲自操刀，小朋友来，小朋友这边，希望帮你顶着吗？来这里这里，小心小心，哇，快点快点，不要这样子，叔叔有练过，来，来表演一次，表演一次啊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小心。也让小朋友看得起来，小朋友你们要心服口服，来，小朋友仔细看哦，仔细看哦。他在笑我们什么？不是木板，不是木棍，是哦，这哇，好沉的声音呢，好重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可以大力一点，可以大力一点，好大力，好像听到水声呢。广哥准备好了，滚，滚，哦，中中中。真的有练过，是小朋友佩服佩服，小朋友，他还在找煎饼，他还在吃煎饼，不要再吃了，不要再吃了，你们是不是武术练一练肚子饿了？不厉害，不厉害，哦，这样还不厉害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很有诚意啊，找的这些艺人四大金刚表演，他们既然演目中无人，那你们今天谁还有谁来？师兄师姐，有师兄师姐，来来来，师兄师姐来出来，来来来，师兄师姐是吧？哦，师兄师姐是吧？哪个先来？等一下，华哥真的好像叫我，哪一个先来？哪一个先来？谁没有写功课谁先来？不行吧？来，几岁？14，有没有签同意书？有啦，有签的啊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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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要肚子还腿？你今天来是为什么？准备挑战这个吗？没有。那你要做什么表演？刀术还有拳术。所以你们表演刀术跟拳术哦。那不能打这个，对不对？博神神刚刚出来是双眼皮，现在下到变单眼皮。这腿有点白啊。我们先欣赏他们三位表演。是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来来来。
拿剑出来喽。啊，这是兵器了接下来是棍，接下来是刀。掌声鼓励一下！有剑，有棍，有刀，是兵器的表演。兵器的表演是，这就是师兄师姐了哈。是，来来来，这个啊，师弟们来。哎，小朋友们，是来来，请到这里来，师弟们。有你今年几岁啊？16，高一。叫郭元溥，对不对？元溥。这个余佩是几岁？我今年32岁。32岁，你是比较晚学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晚学。对你为什么那么晚才学？就对少林功夫有兴趣，后来有时间就开始學。你本来在做什么？本来在做什么？原本是空服员。哦，空姐。你是空服员，所以你以前没有那么惊恐的，对不对？空服员这样是会让客人吓到。你在推餐车的时候会这样像什么？他这种推餐客人会说啊，怎么了？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？有没有那么惊恐？以前是比较温柔一些，笑容可掬，但学的功夫就比较对，因为功夫为什么空姐要变成要来练武术？因为疫情关系，后来就没有飞了。哦，因为停止飞行嘛，他就练武术嘛。哦，那现在开始飞，你要去飞吗？有没有？还没有这个打算，还不想去飞，对不对？还是迷恋上武术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太好了哈。那你为什么接触武术？就兴趣，然后就来学。就在学，对，对，你才14岁，你是六七岁、7、8岁学的吗？对，从小扎根，很小就在开始学了。这一组呢，表演相当好，加上我们那个四大金刚，完全是搞笑的。但今天呢，各位努力的表演，只是为了要介绍一位大人物。没错，这位大人物是来自嵩山少林寺，他听说是第34代的俗家弟子。对，没错，是我们赤永信师父的亲传第34代俗家弟子。我们先看他的表演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欢迎赤延金师父。赤延金，少林寺第34代俗家弟子，精通各种少林绝学，而他的表演保证让你惊讶连连。这个就应该叫枪击，但是呢，比身体还长，非常难控管。哇，会戳到人的，哎呦！哇了，越来越快了。观众现在表演的是铁婆功，他是手上拿的是铁块啊，注意看，
好想、哦，是真的铁，而且它是很重的。来来了，关了，来，来，喂，起杯，起挂杯，好吧，师傅您好，你吃好，哎，打晕了是吧？有声音有声音。瓜哥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他很淡定。是，刚刚算是少林的绝学了吗？少林绝学铁头功断钢板。那今天除了这个以外，刚刚有看到我们的艺人，你有吓一跳吗？师傅，您有看到吗？师傅，蛮震撼的，既然他们可以练成这样，哪样哪样是开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是练成这样，我们刚刚有那个一开始在那边炒锅的铁砂掌，对，铁砂掌应该是没练过铁砂掌吧？哈，练过，练过。真的假的？基本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个好，那既然有铁砂掌，刚铁头功都来了嘛，是铁砂掌。铁砂掌，好表演一下。哦，铁砂掌，这个是这么厚的木板，我们三，而且是四个木板。铁砂掌要怎么呈现呢？一般的铁砂掌一般都是用砖块来表演，但这一次我的呈现要用更有难度的，就是用寸劲。寸劲是什么意思？一寸的距离来以掌震开四块木板。哦，我懂了。这个因为出拳呐、啊，你如果没有准备的力量，嗯，根本施展不出力量。对，李小龙的绝拳道就是说在最短的距离，哦，直接错，一寸劲，对对。这个班杰可以讲一下，距离、速度跟重量三合一。决定这个磅数是是，如果没有距离把距离拿掉，现在就有速度跟磅数。比如说这个板子，它往后拉打的力量会很大，对，加一个距离，这个磅数就大。是，没有距离就比较难。所以班杰的意思，他没有距离，他没有施展。是，现在呢，我们师傅是说我不用距离，对，我就马上就可以，不可能，要几块呢？不可能吧？这全部都可以，四块，多长的距离？等一下，多长的距离？一寸之内，来，你先摆一寸，一寸是多？不要真的打，我会受伤哦。还不要打哦。对，你说这个距离不往后了。这个已经一寸之内了，所以不用往后就可以破掉这个板子。一般有些他在练，他会拉开，这个就已经不是了。的绕鬼啊，他的意思说拳只要离开这个就绕鬼了，他就这样啪。不可能，真的可以啊，但是我不能放这里，就啪，我就啪，就我吐血了。师傅他不能放那里吗？瓜哥要拿好，要拿好，要拿很稳固。是是是，这个事只有五羊可以干的哈。还是班姐要拿？你不是五羊？我可以教他拿，还是你拿比较安全的？这个拿的话，因为你是直拳或是横的，铁砂掌掌劲。我、哦、是用掌的吧，用掌掌劲，这样拿，嗯，要这样拿啊。你师傅他这样拿可以吗？你这个谱要靠在后面。啊、你既然都懂拿，你不是教了吗？哦，你拿，你拿，你干嘛教别人拿？我们何必多此一举？他也不想拿。你要站什么位置？你这个一个拿，一个推着他的背。你要站。这个位置可以。我们这个位置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我们有三个兄弟帮助我。来，准备好了。预备！哇，天哪！等一下，观众朋友，他拳如果到这里就算绕鬼了，对不对？他只有这样就要破了啊！哎，铁砂掌。很厉害啊！对，谢谢，谢谢。是，但是我们的女生女艺人当中也有很厉害的。有谁？穿着高跟鞋就可以破两块板子？啊，谁啊？快一块就好，一块就好。我可以踢，我可以踢。宇宙听说是跆拳道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是从小练跆拳道，黑带二段。五羊来，五羊，五羊。对对对，他还没有剃头哦。哎，这个八块汉堡的剃头，一片哦，一片哦。真的吗？你是真心能踢啊？真心能。你先摆好 pose， 先不要踢啊，让导播知道一下。你要这样踢啊，向下压吗？我们全部倒，前踢哦，对对对，我会做前踢，对，来，哦，五羊，我很久没练了，对，你还是拿稳一点好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就差了，他说他两段哦，哇，眼神都不一样了。
我会踢到手，我会踢到手，我会踢到手，我会踢到手。你们太过劲了啦！你们也太扯了，滚到人家裙子底下。师傅一直在笑。对对对。怎么了，师傅？刚刚那一段您不错啊，真正有练过的。对的。接下来师傅要呈现的不是这个，他的定力是非常够。是。听说师傅还有大力金刚指啊。对，就是传说中的少林绝技二指禅。二指禅。二指禅。不是一指吗？最高境界是一指禅。所以你要表演二指。二指那怎么呈现呢？应该轻松用二指倒立啊！哦，对吧？哇！用两根手指头做浮力挺身。哦，这很难哎！来来来，两个手指做浮力挺身。运功。哦哦，这施力点越开耶！哦，这个一般我们就断了。对啊，手指就断掉了吧？这样会断。哇 ！My God！ 哇，看得好疼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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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很厉害啊！哇！哇！一般如果没练，可能会断。对啊，手指都会整个断掉，骨头会断掉。这为什么你要这个少林功夫要练这个？是要戳人家眼睛，对不对？他既可点穴，他也可以用指去擒拿。可是点穴不都一根吗？一只手指，所以你一只手指有练吗？有，练的是什么？单指削碗口像单指像刀片一样，可以给他削开。那你手会受伤吧？练不好就会受伤。哦，他说手像这个刀片一样，对，就可以把碗也削破，而且是 real 的陶瓷碗哦。这陶瓷碗，对，陶瓷碗是真的，可能吧？是真的。对对对对，好。好，来，麦克风。哎，师傅，我们要躲吗？要怎么拿？是，我这样你就给我这样。哦，好。哎，这样都哎，师傅，请他递碗。找你会不会泄气？这会破功。一般看到这种美女就泄气了，我们如如不动。哦，厉害，这是考验了，考验了。但师傅眼神在笑，来了。哇，他在运功啊，气功。只要破碗，哦哦！等一下，师傅的手有没有破？完全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事哎！哇哇！哎，你如果去练那个弹，你去练那个弹指头来当我们的魔王。这样不好意思，他大材小用了，出事。你现在还没练，对不对？你回去好好练。弹呐，弹额头，师傅您知道吗？这个一定会比你们还痛哦！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。哎，讲到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刚刚的这个哇，金钟罩铁布衫，哎，这肯定师傅就没练，这个我们艺人是比较占上风的，对不对？班杰，应该要看看情况，看看情况。你不要说你有练了，你什么都有练，这是基本。虾米，基本配备。他说你那个是基本的，来来来，棍子给棍棍。这是基本配备，开玩笑的，对。哎呦呀！哇哦！你是要肚子还是腰还是背？都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，哎，师傅，您这个给我，好来喽。哇哦！师傅就是师傅。问师傅眼神害怕了，师傅怎么眼神有点害怕？我是绝对不会对松手，你不会手下留情的，我一样的力道。哎，不是大哥，您在这边打第34届嫡传弟子，哎，喂喂，好了，强棒强棒 ，OK， 我来了来了来了，哦哦哦，哇
哇哇哇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哇哦！你抱佣你没有在受伤，你要稍微去看一下你。是是，但是这个啊，竹子嘛，嗯，毕竟很难显得它的力道。对，我应该拿个棒球棍把它打断为止。但是班姐，来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我认识他都20年了。你有签同意书吗？我改一个不一样的。你几岁练的？我八岁练。八岁练，你需要改什么？我改金刚腿，断在腿上。他没在练啊。哦。师傅，你有练金刚腿吗？他打我啊。哦哦，他要打哪里？他跟我讲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不要下次坐轮椅来上。不会。你都打哪里啊？打小腿。此举应该是要让我见证他的铁布衫的功力。哦，你不要想看我的铁布衫。师傅认证了，因为他吹了20年，没人相信嘛。好好好 ，OK OK。来来来，打上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？哇哦！哎，小朋友后面一点，我过去断掉。我会喷哦，会喷哦！天哪，班杰来真的哎！哦，这个好厉害！来吧，来了来了！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好，这个飞到摄影师那边去！有超高摄影师了！摄影师还好吗？哎呦呦！哎，你头怎么插一根棍子？哎，整个飞过去哎，对，哇，班姐你真心有练哎，哎，师傅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有见证的啦，你的金钟罩铁布衫 OK 啦，那你想打师傅哪里？打回去，你想打哪？打回去，师傅决定。刚班姐她献出了她的小腿，那我也要奉还给她，用献出我的手臂。手臂。手臂更脆弱哎，哎，师傅真的是浪漫哦，师傅有来有往，有来有往。师傅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又飞到摄影师去了，很尖哎，好尖哦，超级危险的。OK 啊，哎，哦，哎呦呦，哎呦 ，Oh my God！ 一，呼，二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三。谢谢谢谢哦，班姐你也很精彩哦，刚刚早知道就先录这一段，对，太精彩了，那还要跳什么？好，对，师傅面不改色，师傅还好吗？对，师傅可以吗 ？OK， 完全 OK， 没问题，这小儿科而已。他的手会弹，你知道吗？会弹，对，刚刚弹，我感觉我碰到的时候，他的手会弹上去的，会弹一下，有力量，哦，有寸劲，要不然这又弹了摄影师了。少林的达摩功的反应，内功对不对 ？OK。但我希望电视机前面小朋友不要乱学，看起来好像很轻松。叔叔有练过。这两位师傅真的是从，他是从八岁练的，对，你应该是从四五岁就开始练了，从小十岁开始，十岁，对，所以一定要有花一点时间，不是拿着棍子乱打乱敲，会受伤的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再次谢谢班杰，也谢谢我们龙志武中华文化艺术团，谢谢小朋友，谢谢，谢谢，带来精彩的表演，欣赏更精彩的最强综艺秀。每周有不同的表演内容，大家意想不到的表演秀。没错，电视机前的各种达人，赶快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再次谢谢所有参与的表演的艺人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来收看我们的最强综艺秀。